据英国媒体报道，英国知名特技演员沙顿当地时间14日参与滑翔衣飞行活动时意外命丧瑞士阿尔卑斯山区。42岁的他在数千米高空由直升机一跃而下后，似乎太接近地面才打开降落伞，加上当时他的时速达200至250公里，撞击力强大，摔死在山脊上。沙顿也曾在伦敦奥运开幕式演出扮成007情报员詹姆斯邦德，与装扮成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伙伴跳伞进入会场，是开幕式最吸引人的桥段。